会干嘛？会干嘛？你会去帮人家交社费？太忙了。对啊，因为他常住还有领子。谁？建琴师。嗯？是是吧？他书法很厉害的。我知道啊，对啊，但小时候他妈叫他写。那你为什么没让他去书法课？兴趣，没兴趣，八卦。有兴趣啊，那书法其实很漂亮。他只是在八卦而已。回顾一下元素，这可以不用花到很还好啊，平点还有三角，圆弧三角也是丰富。平点还好画，嗯，平点应用的机会也很多。